今日，兄弟，咱要来讲干部的条件，即是咱一个调整吼，咱这个会议了。啊，迄个我的小应弟吼，我有叫叫所以袂当好讲就来事。哎，我有讲伊，因为我是要讲较济吼。啊，迄个，所以用泡泡来讲较慢啦吼。诶，这个课程的重要的作用吼，要做就讲，希望讲咱会当有每一个人来参加。我顶几个会，也是民政府的人，拢会当认识到讲领导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，吼、哦。啊，伊来累积咱的这个领导的经验，吼、哦，先来讲一寡领导的关键，吼、哦，领导甲迄个统，咱统一迄款的关键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重要作用就讲希望讲会当大量来培养。安尼，民政府的建构的人才，因为咱拄着足侪人嘛，讲哎呦，我都学历较无好啦，我刚适当来参加，还是讲吼，我过去吼咧做工，还是做田的吼，敢有适当来做遮工作？我是感觉讲这吼，哎，拢有资格，每一个人拢有资格，因为吼，毋是讲你读足侪册。哦，学历足悬，才会当来做这工作。哦，我会记哩，毛泽东咧重视这个共产革命的时阵啊，啊，但是主要是迄、那个咧砌砖啊，就是讲咧砌厝迄款的，然后土水师。哦，啊，足侪迄个革命时代是，所来参加遐共产党遐基本的成员，一大遐吼。其实拢无非常，你重点是讲你观念甲这个意识有符合咱的需要，有充分的台湾意识无？这上重要条件是这。你若充分台湾意识，讲拒绝中国这个势力，拒绝中国文化，咱拢做个观念。不管你是大餐地菜、台语区、台语区、台高拢无紧，拢无紧，因为人的能力。哦，不是伊迄学历看出来，人个能力完全是伫你个智慧。你聪明是干呐，用伊读册尔，但做代志不是干呐聪明有够，做代志需要足大个智慧，特别是要做大代志。我相信大家今日伫这个所在，拢是要参林志坚啊，甲咱谢长武主席来共同来为台湾做一件足大个代志。我吼。因就伫这个去年的九月七日去参加咱的，伫我想的 DC 的聚会哈，本来我写一篇文章，伫玉山酒馆来点出来，我一个学长吼，看了那篇文章吼，打电话找我两部的，哦，讲伊电话联络叫了的时候，我甲伊讲讲，诶，学长啊，你嘛找我朋友来参加嘛，台大的学长哦。用我当个老啊，七十多，我无方便啊，我嘛无迄个时间，甲无迄个心情来。你努力去做这代志，这代志这是大代志。伊讲，你做这代志是大代志啊！不管你从中来滴，你就担任一个行会，你写这个文章，甲重视这代志，是天大地大的大代志。台湾人拍拼，比起任何过去所作所为，拢较值得咱家己钦佩。啊！就咱台湾人民，所以我讲，咱这个所在努力对这个台湾民政府甲法律机构的这个主张来去拍拼，是完全正确的路。所以，咱来参加，拢是咱台湾人民哦，一定一的这个人才哦。啊，重点是讲，你将来若要做扮演一个重要的干部的角色，你就要认识着讲，这管理环节安尼哦。
咱要做成一件大代志，毋是家己一个讲，哦，我会当甲山抓起来就做到，毋是家己一个讲，我会当吼安尼吼，安尼做二十四点钟拢无休困，毋是安尼去做会成功的，一定爱三甲足侪人的，各种人才拢需要，就是讲要三甲足侪人的心，一定要有一个组织，好的组织。好的组织也是无够，组织的成败拢完全是人才有啊无，人才真少，人才有够优秀哦，这是介重要，这关键哦。一个组织会当成功，伊的目标会当达成，完全拢伫看着咱的人才真少甲人才的培养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人才型。要来甲做一个适才适用的这个运用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啊，人才运用就讲，每一个人爱不能甲讲，会当十八般的武艺拢会当做。哦，叫你创啥，你就当创啥；叫你做这個，你也当做这個；叫你做也当做这個。安尼先，你来当做个这个程度的先哦。每一个人到一个职务，拢会当掌握好势。哦，特别是。政府看这个问题，不是看学历，是看你的地位。所以，咱是希望讲，若有这个成功的领导人才，哦，成功的领导者，那么咱的组织就会活络化，组织活络化就会当向外扩散，会一直向内缩。所以我头先听咱郑志才老师来咱讲这语重心长，对咱都有期望。我呢有一个结论，甲讲，咱真需要吼组织一个。咱的台湾民政府的宣讲团，各所在各州政府来伫各所在来推动这个宣讲团。那么中央咱派员来甲协助各所在像这个，咱的抢救台湾大联盟这个募款面这个组织，咱的319个兄弟到处去演讲。咱的迄天，啥物日子啊？差不多3月18日。三月十八日工，零五月，有五环面的那个组织，走到阮岛后面一个叫做土山庙啊，去演讲，迄鸟不生蛋的所在，哦，啊是安尼讲，伫迄个水界迄所在，无到迄个，我是二水人，无到二水的这个街路演讲，哎，是走到阮土山庙去演讲，哦，啊土山庙入来，庙口行到阮岛3分钟。啊，我去，是我嘛是安尼西装革履，我嘛去来，哦，坦白串一下，哦，唔知你伫遮，你也是遮个先哦，我咧请你来主讲，我安尼哦，主讲遮济，所以无法度互你主讲，哦，啊，到时请你上台，哦，甲大家，哦，甲大家拍一招呼，啊，甲阮做一介绍，因主讲遮我拢熟悉，啊，我一个介，啊，遮主讲遮，啊，阮这里砖头吼，两三个砖头的这个乡亲哦，做一个介绍。我感觉很感慨，感觉很感心的、哦、那么他们用很多精神，用很多精力，319个乡民去演讲，哎呀，又下雨，哦哦哦，那个卖西，在我们那所在又下很大雨，哦，啊呢，主人家，哦，穿雨衣，雨一大时，哦，那个雨伞不行，我每一个人稍微有人就好了，哦。啊，听众哦，虽然无真济，无甲一百个，但是演讲者嘛，非常的热心哦，就因去讲的物件，讲到安尼，头头是道。我听者哦，阮遐听众，阮遐乡亲，听着拢感想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即摆吼，每一个人来这个所在，接受这个咱的这演习会的时阵，有听着足济物件要做记录，将来。咱每一个所在，嘛要有一款的宣讲团，到处每一个角落，砖头砖尾，有机会30个、50个、100个拢会当讲，上好当然是人较济较好，哦。但大场小场拢爱去讲，做一个宣讲团的时，咱这个组织就会一直旺起来。那安尼时吼，咱就进入咱达到咱的建国的目标，自己建国的目标。所以这未来咱一定爱往这个方向来去进行安尼，我是足希望安尼做的吼。我只要你讲讲这个干部有啥条件，基本上有先天条件甲后天条件。先天条件是足歹训练，后天条件是爱透过吼足侪训练的
哦、来造成的。那是讲演讲的那个绝对不是先天的，人无先天，我照讲话，无迄个代志。我第一遍演讲的时阵，哦，因为我去做农业调查，是第一台东的这个绿叶，就是红叶队迄个所在，迄绿叶农会，拄到农民节，哦，春天的时阵，寒假去做农业调查，拄到农民节，迄农会迄个总干事啊，蒲云海、邱云海。哦，关键做难得讲，有一个台大研究生来遮咧做调查咧吼。哎、欸，农民节搞，你是不是搞完做一个一点钟的演讲？一点钟演讲，我都准备吼，都写一寡稿吼，叫我请来先啊，差不多两分钟讲袂出来，两分钟话讲袂出来。安怎讲？我一路对宜兰、花莲、台东吼，安尼。安尼落来，甲落也是较难明啊吼。看农民吼，拢过得真辛苦，苦气累累。我是做产出身的吼，我已经足同情的。今日起来甲讲来时候，腰身一看，拢一寡做个乌安尼乌打散的吼，做个真辛苦。安尼，拢真辛苦的这农民哦，我本来我足感慨，足感慨。啊，我第一遍演讲，出山吼，然后你说倒起来，硬起来啊，出山吼。讲袂出，我讲出两分钟左右。哎，总干事吼，看这情形讲，开我话讲，哎，究竟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啊，我嘛唔知要怎回答。我好不容易吼，讲第一句，才开口讲，开场白讲，哦，副总干事，各位安尼，农民，这个乡亲啊，亲戚朋友安尼吼，亲戚读书安尼。才开始讲安尼就招，踏踏就招得出来。啊，然后咧，大家拢不要讲国语，拢讲台话。我开场白出来先哦，你讲台话，厉害啊，讲袂出来，讲袂出来咧，啊，就爱讲国语，用哦北京话讲一句，即翻译做台话。啊，一寡过去这里一寡咱哩。笑飞语也是讲咱俗语吼，你单语吼，单位啊，绝对要讲。对小学个话音，对人家初中、高中，拢推行国语，拢不准讲单位。哦，那讲单位或者讲方言，哦，不得所以一尴尬。比如讲，如果讲方言的，就要劳动部啊，礼拜天好不容易，那礼拜天要去做产啊哩，爱想刷路产，比如讲。赶紧下头劳动服务去扫涂骹去刮草，吼、哦，安尼是所以说唔敢伫下头拢唔敢讲方言，唔敢讲台话，叫吼啊，读个大学毕业，做读个研究所咧，讲未晓讲台话啊，安尼吼啊吐一点钟，语无伦次吐一点钟，我就开始反省讲，要死我本啊，都安尼物件读遮济啊吼，文章读遮济啊吼，你讲农业政策。你批评蒋介石、蒋介石农业政策，吼、哦，你批评这个农业政策的时候，我说讲我不得不起，我才觉醒。觉醒之后，大家我怎去买啥？买安尼演讲的时来看。要是讲啥，演讲不是先天形成。比如有人讲，哦，自细汉就少话讲话，嘛不是先天形成，迄是家庭的关系。就昨天郑老师讲来讲，迄个人是有吹。哎，有耳无嘴，自细汉是不是干听？叫人讲啥，表达你意见，讲你这囡仔干啥款？囡仔有耳无嘴，未使讲，啊，未使讲的关系，咱全每一个咱台湾囡仔吼，大部分那不是生理家庭出身的，那不是插电里出身的，拢比较上较不晓表达，较不爱发表达，但代志拢藏在心肝头，安尼吼。安尼是无正常诶，嘛是有病诶。爱安尼心，就是因为刘邦政府伫二八事件杀人、屠杀遮侪人以后，吼、哦，屠杀遮侪人以后，伊历史恐怖，互人每一个人足惊吓，拢嘛去讲政治，都嘛去插政治诶关系，所以怎对遮问题了解拢足有限。所以拄着要讨论遮问题时吼，迄、那个表达能力拢无好，吼、哦，即后天爱训练。领导实力，领导才干，领导才能，爱训练，
干那应该赶快哦。首先我来讲这个先天的条件，就讲你做一个好的领导者，不是训练来的，你是个性的问题，政治无，你做人有政治无？哦，政治，你若做人政治的时，你就实实在在，就包括咱常主席讲的讲那个忠诚、硬体问题哦。啊，另外就讲你唔免哦。唔免讲做地位，但你基本的聪明才是爱有。地位唔免甲真高超，吼、哦，免甲做啊足悬的，唔甲迄唔免较悬。但迄基本的聪明才是一定爱有。袂使讲啊，我落尾往南行，结果往我落尾去高雄，结果往北行，这是完全相反的，这个无聪明地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另外就讲爱有稳定的情绪，吼、哦，你头前讲的吼，稳定情绪。这是先天，我要讲较紧，后面足侪我要阁讲。过来就是讲吼，后天呢，后天咱训练的是啥？你爱正向的能量，对啦，对不？讲是正向的能量。第二个要就是讲，你有正向能量的时，你爱有迄个激励别人跟你一样正向思考迄个能力，激励别人，哦，锻炼别人，锻炼你的偶像安尼就对了吼。啊，过来都爱有迄锐气，锐气咱顶下讲讲，我说耽误我袂记。锐气，哦，就是讲真，真正安尼，哦，真强烈，哦，一向前冲，哦，做啥有这个爆发力够强，对啦吼。过来就是讲吼，爱有相当的这个热情。哦，热情，每一个代志要做成功，一定要有热情，充满热情的心，你努力去执行，就会当做。哦，过来就是执行力，有执行力做代志，执行力就无。哦，为了我讲半工，做无代志，为了想了啥，就马上做，这就是。所以执行力就讲，你要做一件代志的时，你开始规划，开始思考规划。步骤哦，经过迄个步调拢定出来，你才开始执行。我是讲看伊年薪，哦，我对你留伊几啊十工啊，七十工，甲即个写啦。伊讲叫我去啥？去彰化县选立委。我开始思考讲，我要安去选立委。我思考，先思考，过来规划。我甲你设计一个表，设计一个调查表，把我的资料写下来，把我的问题写十个问题。然后一一去拜访这个庄卡吼，即个彰化县遐乡亲，然后访问才120份的迄个调查表、访问表。访问表了，我访问表个访问讲，以我过去我头前只写只物吼，为人有当时我发出去，后日才起来收起来。你仔细看看讲我，仔细看讲我内底写啥物，我的资料吼，啊我即十个问题安尼，啊只一一个我再去遐做遐提单转来，啊你讲讲我安尼适合来选几个？啊！你讲讲目前咱中华关的立委做了好啊歹，哦，咱就环境做了好啊歹，你说安尼这题目，啊，最后迄、那个题目才讲，啊，你看看安尼，我这个错误人有适合来选立委啊无？哦，我110分收上来先哦，50%是讲适合，43%，读册好啦，卖去选举作乱尔。既然有50%是讲可以，啊，我就开始进，我就去拜访。好，去到处去拜访。我拜访时哦，我无去拜访遐政要的，也无去拜访遐什么人讲社会大热头。我是去拜访遮大商人才，做菜呢，罗岗啊，遮拍交道。安尼渐渐渐渐，半年来，我就成立一个竞选总部的时，80个，为中华关80分入区，我找八分入区，每一个分入区找10个人，哦，我的。核心干部吼，从西中啊来，80个来组织我的总总部，啊开始就运作，哦，运作个真顺利个。所以你做代志，哦，咱想想讲可行性很高的先咯，就爱规划 planning， 规划了你实际的执行的步骤爱甲定出来，定出来了先一步一步去实行，哦，啊，以后我两届拢无选的呢，因为黄祖文。迄段大连当主席，甲我较无熟，啊！伊提名是我，同款我伫水乡、伫水南，叫做迄个陈良德，大连个伊正在出身的，
啊，伊本来国民党诶，两届黄祖云拢熟悉，啊，所以两届拢会选，我拢无出。啊，当然啦，这是我是伫讲一个方面来去执行诶工作，吼、哦，后摆人伫遮讲一段故事了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人必然有罪性，必然有执行力，完全在你自信够强。你自信若足强诶时，你做代志你就是一直往前行，吼、哦，执行力就足强，吼、哦。所以基本上，咱是讲，咱咧受训咧读册，哦，你甲人交换意见，我可能甲朋友做伙，毋捌去讲五四三，因为咱做无闲，毋捌去讲风花雪月代志，什么唱歌啦、跳舞啦，什么讲查某啦，我袂去讲嘛。我还做伙朋友，拢是来讨论政治，拢是出讨论政治。我读英语所的时阵。有即摆台大一个退休教授姓曾的庄教授，伊阵是作家，阮就开始三四个，逐礼拜做一只解讲，食只解讲咧讨论啥？当前台湾的政治形势，逐礼拜。哎，即个庄老师伊吼看足侪外文的，哎，阵阮的外文口较好吼，伊读政治的，所以外文伊足好啊，哎，阮就拢听伊讲，听分析。啊！即款每一个动作是，伊讲哦，即动作是创啥？迄动作是创啥？啊，然后一个月，还是一礼拜，咱就来印证讲，哎，伊所讲的对啊唔对？咱调整咱的观察。对于我读研究所二十五六岁啊，学生少年囡仔，一直到我这个开始插政治的时候，即中间足侪政治的这个现象，政治发生的现象的时候，我足侪判断拢是。啊，拢是因为迄个庄老师甲阮带出来，哦，阮为安尼咧看问题哦，做伙讨论者足清楚。到底蒋经国迄一举手一投足，咧创啥？目标伫倒，一目定伫倒。民众成立，我就开始怀疑。民众成立一定有问题，毋是讲一个独裁者蒋经国，遐种是讲可能成为一个反对党。你连我甲你安插好势啊，甲你拢掺我诶人啊！我会当主导以某种的行动、某种的决策，我才有你信任。我迄阵就安尼想咧，所以我拢一直无参加运动，就是安尼。一开始我讲，这个独裁者哪有可能会创一个反对党？我迄阵就安尼想，就怀疑啊。阮即几人就拢开始怀疑，哦。所以吼，就讲一定要不断学习，哦。这学习除了看书以外，就听演讲、听分析。理论的分析，理论要有基础。你要分析这政治运动、政治活动，一定要有政治理论的基础。啊，阮这个政治理论基础，就来自于庄老师。那叫伊，我就是要看一本册，伊就要写一本政治学的物件。伊这本册写十档也未出版，要出版。我做当做一个过界拍的。啊，庄老师，你本册出来要卖呢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吼、哦！讲你慢慢来，慢到尾也是足侪物件拢已经过时啊咧。从我去，我会去更新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社会上个出现吼，会使讲真正安尼定心啦吼。我是我，吼、哦，半年一年我就出一本书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我讲，后天那些拢爱训练咧，吼、哦。大家每一个人训练爱有一个正向能量，啊，往好的方向。你要做啥代志，爱乐观，吼、哦。在执行中间，当然可以有一些悲观。你要做决策时，要乐观去做这个决策，正向。但是你的执行时，爱稳扎稳打些，爱有一点带有一个悲观的气息，你才做修行的，做来你才会成功。吼、哦，爱当激励，正向你爱激励你的部署，你足重要。啊，抓起来。啊，像我，我要去做局长的时，我嘛无信心。但是我来去看册，你若把这个做代志做好，我来看一本人本册。啊！你一句话讲，你要做一个好的领导，你就要教你的部属安尼做，哦，然后做一个例回看，哦，然后佫叫做看卖，哦，做看卖是你甲评估，不管评估情况好坏，拢爱甲无落笔画，哦，其他讲伊做个做唔对的，你甲修改，就是你甲修改，你话讲无，你做了袂歹，会有信心，这自信力建立起来时，你当然伊就当好去做代志。哦，这是非常有激励哦，啊，所以伊讲这个热情这个物件嘛是用激发的，变来去激发，你会当拄着足侪，你若拄着代志足侪时哦，
你拄着足不满代志个时吼，你讲啊，这国民党足傲个，啊，你若拢无受伤害，你也无拄着这个伤害时，你袂感觉。但有一天你若叫气血流时吼，你迄个造型就走出来。我是讲，我一长期我着对国民党吼有意见，吼，啊嘛长期受了遐个伤害，所以这个激发出来这个吼一股气吼，就是讲季星来找我，林志升来找我时哦，虽然叫人来找我，是2009年2009年8月15日以后，8月15日左右，指挥室无我登一篇我退休的消息，报到我的相片要摕出来，哦，啊，结果季星伊唔捌我，啊，伊有捌一个朋友甲我熟识，啊，又甲讲，想要甲这人，啊，甲这人去朋友来找我。就我甲讲，伊林志玲是要甲你见面方便啊？我讲你，志玲面相足好个啊！我本来嘛拢唔知呢。我17岁以后，17岁、18岁时啊，我就对国民党个统治台湾个正当性就怀疑啊，我唔敢讲个。啊，找不到。哦，文献啊，看讲个拢找不到，到底是安怎来个？啊，我看志玲迄本是2007年哦，我看志玲迄本。美国军事占领下台湾的时候，我完全豁然开朗。我记性真好，真好啊！我伊是要甲你见面方面，我哪有方便？大家交一朋友啊，哦，哪有方便？伫九月初见面哦，我大家伊听伊讲，拢真好个面呢。啊，所以我讲，伊记性真正是才华呀，足才华真啦。所以吼，我从对九月初开始甲接触，拢一直拢。参加咱这个法律辩护会甲，咱个民政部个这个活动啊，嘛甲我讲肯定。哎，安尼，伊安尼做，就是因为过去长期以来，伊这个国民党统治之下所受个压力甲不足，哦，因为要变是自囝随行啊，咱行倒去，倒来倒去。安尼，各位，我若要讲故事，足侪人讲，我伫当下来到这个时阵，种。打小报告，啊，是安尼，我会知。我本来伫台大是有一个女朋友啊，叫我去美国读学生啊，一年都出来，安尼算个。伊咧外省，外省到我讲，无闽南个，台湾人做个，台湾人拢台独个。哦，啊，就介绍一寡外省个，介绍西。啊，所以阮转来时，我伫美国转来时，吵架，吵架，我怀疑了。怕的。哎，偏哦，拢检查呢。我伫美国个1976，我出去，伊拢检查呢。啊，所以我就愤慨，我去找迄高官算账，用要相拍。哦，迄阵足愤慨，我讲我好不容易31岁才开始当官来个，之前拢个毋是无年份，但拢有一个月两个月就算。啊，我用心就对啦。啊，到伊31岁来时阵，说笑起来，你知？因为家庭困难吼，唔敢笑，你知？到31岁开始笑，你知？我说怎啊呢？我迄心，今日个时阵，一个心拢假扮伫这个查囡仔身边，拢依赖在他身上个。迄动力吼，从我有一个我做爱个查囡仔，我有这个查囡仔拍拼，足拍拼一个，一工读10点钟，哦，一礼拜才两工无啦，无也蛮无安尼拍的吼。啊，去讲一年了，变个大学讲变啊，讲变化。啊，一变化，我就用我甲迄个外省的教官咧，哎，外国人教官咧，就拍。啊，所以从一开始以前，我就对外国人吼，无好感，不在心。哦，啊，我里面不在心的啊，拍啊，不在心的啊。所以吼，这就是讲，迄个动力，迄个所时阵就已经养成啊。啊，我还如果我都是控制2000控告你，叫我最后破坏讲我是无赖人，是借学生，
哦，我昨日无半仙啦吼，搁去罚50万啦，罚30万，搁还另过纸，甲道歉来相告嘛，就是30万了就了呀，搁另过纸来道歉，甲照片道歉，哦，迄个足唔甘愿的啦，啊，昨日唔甘愿啦吼，就自信来说，好啊，赞啊，啊跳落，哦，就是要结连我去，变安尼啦，变安尼，好，谢谢，动人甲热情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出来。所以个人若无迄个热情吼，我想办法去激发迄个热情吼。听我讲，买单激发这个热情吼，安尼是上好的。啊，然后咱想法讲吼，这个领导吼变来做吼，领导这个物件，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做一个领导者。不管你是内阁阁员，还是讲州政府内底只州委员吼。当然嘛是，后摆变做官厅啊，厅长哈，是啥副厅长啥哦。或者是讲，你后摆做军哦，咱有州过来就军过来就遐就是市哦。你做军长啊、市长啦、啊，拢是咧做领导工作。啊，要领导当工作，变来去做领导，头先所讲爱起带头作用哦。像我做局长时，我都哦6点起床就开始哦，准备出门了就开始咧巡倒数去看。看盘的时阵，哦，有问题叫我叫内底的人来看，或者是讲我打电话问讲，你公文安怎看，安怎写，哦，啊，重要的时阵，我亲身带伊去看现场，哦，安尼才袂做唔对代志，公文才袂批唔对，哦，咱做一个领导者，爱起带头做，哦，你讲要安怎做，决定落去就是安怎做落去，啊，莫讲犹豫不决，今仔讲安尼做，明仔讲安尼做。以下人就无所适从，我都允许伊用钱做代志安尼。第二点是讲哦，爱会晓听互相的意见，哦，变来听互相意见，这足重要。足侪主管吼是做啥久，真大一点吼，就会国民党的官。哦，高高在上呢，他有就错呢，伊讲一下是话，别人讲拢是话，你绝对爱改变。做一个好的主管做一个好的领导干部，一定爱听互相意见。我去做决定的时阵，我一开始我就甲我的秘书讲，我每一个中昼去找咱内底的人，一个人甲我接讲，轮流一直接讲，伊的话甲我的话两个人听。我来甲问讲，你哦对咱这个局，咱这工作上什么？但是讲，伊过去拢在做啥工作，啊，做了好啊，吼，有想要换一个职务无？类似安尼，啊，然后你对咱交伊有4、5个课，这4、5个课你有啥看法？对每一个人表现有特别所在，有好的所在，有歹的所在，有啥看法？你的话，我是我都无要讲出，我放伊心肝内。下摆因我要甲超，职务要甲超，啊是讲要。打科技，我拢去考虑这些资料。啊，公平啊！30几个课员，30几个同事，拢甲我以为讲一点半钟的话，食饭就一点半钟。啊，有当时啊，用到2点钟，我发比较迟。啊，我就充分了解讲，哦，这个单位过去是安那，哪有干呢？哦，分派的，啊，安尼为着一撮代志，大家呢拢袂好个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效率足低。我安尼个部位吼，才半个月我就已经，一个月我就轮流一届，轮流一届时，我就上了解，我就改组，哦，啊一寡主管稍微调动一下，啊应该调动的人嘛甲调动，啊即个人我头先讲讲，我带头带伊去看现场，啊甚至比我较顺的，哦我主动去管理，四处去巡，四处去看，哦啊四处去问问题。随时都电话入来，你讲甲相关用这个业务人员、行政业务人员来做沟通，安尼吼。那我们较早就8点外来就泡茶饮酒，中昼就带一群人去饮酒，饮到点点醉，我咧在外面人讲讲咧上班，下班了晚归饮酒，啊，无甲做点代志，啊，分派因该饮酒就是。该饮酒就是较好讲啊，可是拢假呀。无该饮酒就可是拢伊啊，伊咧安尼。哦，我袂安尼，哦，袂安尼。
所以吼、哦，不三时都爱听一寡保守的意见。所以我讲，我嘛是一板一眼，但是三个方面一板一眼，你工作上一板一眼，但是你甲人做一较保守的做位，是真正亲切，哦，真正亲切，哦。啊，另外就是讲第三点就是讲，你咧甲伊对谈的时阵，你观察的时候，你会看出讲每一个保守。伊的潜在能力多，伊潜在能力了优秀的，也个培养。咱干部不容易出现好的干部，你要随时找人才，也个培养。人才是要训练，唔是无训练伊就变人才吼、哦。所以要有要去定力去发现讲伊迄个潜力多。哦，咱想讲我其实看了一个七七点的，未使做课题。但是多一个课程出快的时候，我马上用伊做课程。大理，大家拢足古怪，比我若歹找一个八级点来做课程，来找一个七级点，讲吼，这个工作足困难。若毋是有能力的人，吼、哦，有这个潜力的人，无可能把这个工作做好。面顶嘛唔敢加换掉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好只要伊表现嘛足优秀。过来就是讲吼，做主管的人吼，咧伫决策。在执行中间，若发生错误，啊，线条会使稍微补修。你看这用户人来到这个所在，伊拢无在上做主管，啊，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很难做补修的。咱做甲要死的，做人好讲容易，做人歹拢讲补修唔对，拢补修咧担水，是因做好。咱从来唔是安尼，咱若是干部，一线条是决策甲执行。迄个错误，同爱爱调节是责任哦。过来就是讲，做一个主管爱和亲和力爱强，爱和亲和力强的时候，你甲其他的单位才会当做沟通，做沟通足重要。因为你假设是我的财政哦，要增加我的收入的时候，不是干呐税收尔，要有警察局的罚款、罚单要开也唔开。哦，要环保局的、动物局的、啊农业局的，你规划单、规划单，这种作用。啊，是讲迄个，咱的有一挂迄个其他的费用爱收唔收，这种唔是咱财政局会当控制，这种爱跟人亲和力爱有够用，爱跟人沟通谈判安尼吼。过来就用一个保守心，一定爱信任，哦，特别是咱较古仔，一定爱信任伊。一旦信任，一旦用就是信任。为主做了呐有问题，咱再过来讲。哦，啊，假使讲真正呐发生问题，那是一点点的问题，你是咱做主管的问题，你先来甲看出。那是讲主教练，伊用迄个马术去修迄个阶梯的，伊家己爱负责责任。伊明明知伊无实践的经验，是咱叫伊修迄个上重要部分。所以伊家己爱出席，吼、哦，啊，唔是讲甲迄个甲出席就解决，哦，主教练嘛足大个责任，哦，啊，另外就讲，假使若无熟真正吼，真正吼无用心，啊，去年警官定安罪，所以做唔对代志，伊一定爱严重个处罚。或者是讲你对民众做代志时，你下这个命令，还是下这个行政命令、执行命令，还是讲这个处理大事的时候是不公正、不对，一定要召集的大声干的，要处置，就是讲建设性的处置。哦，我最后会离开这个我局长这个职务吼，嘛是因为吼，我感觉讲足济，迄个案件吼，拢是不合理。我不能接受。教育局再三提公文来叫我签，哦，签你看嘞，违法，但是违反这个法令规定的这个案件，我当大家面口面头前三个过去，我爱哭的，我爱哭笑，足大声骂教育局，哦，因为我捌对内底人大声骂过，但我着因无啥机会画面，我着借机会大声骂教育局，骂教育局长。不过，我小三讲，咦，局长是对咱好啊，伊毋是无脾气哦。哦，你也要有迄权威啦，某种权威，有迄个压力会。啊，伊咱无机会伫即个内底表达，
都有迄个教育局迄个科长一直送公文来，再三送公文来，我甲伊应该驳斥啊，甲讲不可。下顿伊搁改改，搁来搁叫我讲，我来顶下就讲不可，你改我也是不可，我甲强制不可，啊就开始甲骂，骂到伊个长，哦，啊互互熟识讲，这局长原来毋是无事事哦，还是对咱袂歹哦，哦，安尼啦，你若讲公开伊咱路内底骂一个人，后摆所有人拢会变哦。啊、所以咱是为民主，我无脾气哦，你嘛爱小心哦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同咱来对骂来对啦，唔是公开骂，是甲比如说咱来办公室两个人讲，即个要保留他的颜面，啊，回对咱领导哦，另外人家保留我的民主哦，所以伊嘛就认真来拍拼吼，所以这是这个，咱后摆若要做领导领导的工作时哦，加关键爱。过来，咱讲较大个代志，就讲较大个局面嘞，就讲，比如你伫这里做市长、郡长，然后当做个州长，甚至做个内阁总理，还是讲内阁迄个大臣，你都爱国际化、国际化的思维。然后你来咧，爱有国际观就对啦。你若无国际观，只有干来去换一个市长，换一个市，换一个郡。安尼尔尔，你做国际官，才发换换到州、甲中央人。伊将来台湾一定毋是要行对中国迄内底去嘛？咱是要甲世界各国的先进国家，完全国化，你爱欧化、日化、欧美化、甲日本化，甲先进国家连起来、衔接起来。所以咱就一定爱足强、足大、足强烈国际观，以迄个国际化的思维。若无国际化的思维的时吼，咱伫做咱本土的工作，就做会好。哦，这是我今日最想要讲的代志。咱各位拢有看到暴行将军，暴行将军武功足强的，我大概逐场看伊，哦，七点嘛吼，七点到八点，哎、欸，七十七台，哦，二电台，电视台，我看足侪集的。哦，逐场伊拢吼武功足强的，拍来拍去拢伊啊咧，伊拢毋捌叫伤着咧。上个时间警察上着，也是讲是叫什么叫手叫叫插着安尼，也是叫多刮痧安尼。伊拢较上着呢，这是强的一个武功较强的人。啊，伊嘛知影讲，迄阵西方的文化已经入来，荷兰的已经荷兰文化和南学已经入来甲日本了，那是伊无国际观，伊要改革啊，伊要改革干来就是啥？纵容轻伤安尼，甲中国文化同共款，受中国文化的毒，要我落把这个西洋文化吼引导进来。你若伫迄个时阵，若讲荷兰学甲西洋文化拢引导是来甲日本的时吼，日本早一百年做明治维新啊，完全不共款。但伊要伫传统迄、那个中国文化甲日本迄接受中国迄个思想思维内底，遐个。你写不出来，所以完全无真大诶突破性的这款诶概念。咱有这点来看你认为，难怪无足开阔诶国际观。伊若有足开阔国际观诶时阵吼，伊上少上慢上慢，1996年民选54%发生诶时阵，伊就内阁总干偏。有心的人，你看十二党内底，拢是蒋介石、蒋介石时代遐国民党，伊作为国民党使遐人，伫遐咧做一寡政策的工作，结果做来做去，讲起国际化，无成功，煞变成中国化，迄是变成我们台湾今仔日危机的来源，咱来看。伊若迄个时阵，伫1988年接手的时，都已经有新的观念，有真开阔的国际观的观念，也无共款。因为你看，1991年，伊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，哦，1992年制定国统纲领，一直到1999年，哦，1999年，迄个人就要卸任啊，伊才创立两国路，迄阵时，迄阵人才想讲。要来把国统纲领废除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整个前面所造成的错误，
原来是讲，我著买高雄呢。哦，伊嘛是讲，伊买台湾民主化呢，台湾要改革呢，但伊行是行去中国化。这代表讲，伊迄个时阵哦，表示蒋经国的迄个思考，是整个蒋经国迄个框框内底写出来。当然啦，咱会当较了解是讲，伊面对足个道歉的。哦，我今仔是拜六，我拜三、拜四的时候，拜五是啊，李登辉致力贡献，哦，对台湾的贡献，我写真好个。这段的时候，我爱拿写拿甲我讲，我爱李老师哦，资料无真好。也拄意思讲，今仔日咱大陆一直流行，中国话是成功，哦，本土话是失败去努力。所以哦，我是爱讲讲这个问题在讲，伊若国际化的思维，完全是讲起是咱安尼想着讲，我脱亚入欧，哦，就古早以前讲我脱亚入欧。伊嘛知影脱亚入欧的重要性啊，脱亚入欧就讲我脱离中国文化，哦，未来推出这个西方进步的文化来为咱台湾做代志，那安尼是咱台湾以前起来是已经蒸蒸日上，咱的工作就好做，就好做。但因为伊对迄个时代开始建立了信心，多啦，1989年是民进党积极参加这个咱的地方选举。哦，蒋介石算怎啊？即个中华民国迄个选举体制内底切得出来，所以伊是归咱是咱台湾的危机突现就是安尼。所以讲起来足可惜，所以咱希望讲每一个咱的这个在座的这个委员来讲，咱无来但是赶快其他咱 TCC 的成员来是讲，迄个我哋结构会成员哦，咱两希望讲做爱心开发国际化，然后把你国际化这个思维。起来看咱地方的建设，爱甲连做伙，连做伙。所以哦，我咧看这个问题，讲讲地方嘛非常重要。卖讲啊，我做一个市长就无代志。你做市长，上班你嘛是爱研究这个国际关系、国际形势，大家慢慢去了解。哪里是你的施政，当然就甲国际化关系，也有关系。所以我最近伫我的故乡，一直希望讲，你呐，就爱去。既然你咱就要开始读英文，如果有一天开始买世界史，我从来哦，从来从买世界史去看，都有一个太太，伊讲因两个囡仔拜六礼拜的时候，拢是咧读45经。我讲错了，你要害死这两个囡仔。伊讲囡仔唔对，啊无永远都无代志做，叫伊读45经去背诗，吼啊背迄、那个背迄唐诗宋词那吼。我讲什么人来教？伊讲一贯道的啦，害死啦！我讲你的囡仔若是读起读到阿爸就无前途。你若要有前途，叫我开始教细汉，小学1年、2年，你就开始爱学读英文。因为将来是一个国际化的、一个全球化的社会，不是讲中国化的社会，你去读起拢无效。迄种中国人讲，等下袂读，哦，伫台湾中国人拢去读英文，拢去留学，然后倒来做官，要甲压制。啊，你台湾人戆戆过去学去无路用的中国文化，讲莫去学遐，我去找英文老师来，嘛是甲你教免钱。你嘛去接受迄个一贯道，迄款诶，即中国文化诶教育，类似安尼。我感觉即种足重要，所以咱做一个市场嘛，先从即个所在开始做起。你若即种开始，10年、20年，咱就看着成果。即若无开始，10年后咱拢怨叹，就你等于10年前无做工课，即摆怨叹讲啊，拢无人才通用。伊爱怎做就讲，是安尼听拢无人才通用。因为你10年前做总统时，你都无培养台湾本土人才啊，你拢用拢国民党遐。你害啊！即系意思安尼，所以今日咱讲遮侪，希望讲每一个人爱有信心，对咱未来爱有信心，对家己嘛爱有信心。有一天你管做啥，做首领也好，做军长也好，做市长也好，拢是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吼、哦，甚至我咧想讲，有几年我若老啊，真正要退休啊，我要选乡长，对乡长做起，毋是做遮大，你爱对基础拍起。吼、哦，啊，微信啊，大众做为真赞。可能讲叫做安尼是你就成功啊！哦，啊，时间到，我讲啊，交子，大家要吃，吃中那饭啊！谢谢各位，多谢。感谢，咱终于在人家天台来用了，也更加好。来，退休，行嘞，谢谢，谢谢。